奇怪，本来我是不养毛虫的，现在似乎越来越起劲儿。我身后呢，好像有一只巨大无形的手在遥控我。哇哦，这水挺营养的，乳白色的，鱼养的可大了。这两天产宝食量巨大，越来越像大乳牛了，吃货。还好这蓖麻叶够多够大，看看这么多颗，不怕被吃垮。哎，嘿咻，这片好了，今天就摘这些，估计呢可以吃个两三天。比脸大的叶子，赶紧投食啦！这片大概三小时就没了，看蚕宝这么能吃，也挺疗愈的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